这里可以救。我这放烟了，我这放烟了。我这可以救，我这可以救，真可以救。我这个雷我搞死了自己，哎呀我好气我自己啊，这个雷为什么没扔进去啊，我本来是团灭这一队的。他在树后啊，我不能原谅我自己，可能很多人没办法理解我，其实有，就是这怎么说呢，这就像我的道行，我破不了，我是个，就是为什么会这么执着，我只是做很多事情不想给自己找借口，菜就是原罪，吃不着急就是菜，没别的，跟状态什么无关，那都是他妈骗自己的。四个人都不吃就不下锅吗？我都说了谁也劝不住，这是我最后的原则跟坚持，如果我这次放弃了，下次我一定也会为我的放弃找更多的借口。这次说哎呀太累了状态不好下次打，那下次发生这种情况一个下午吃不着急还是会找借口，没完没了。炸死我，炸不死我就缺鸡了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不吃鸡不下锅啊？别烦我，今天四个直播间的房管都要把红牛备好，熬死不负责啊！树活一张皮，人活一口气。不沾馒头争口气。我就真不信了，找四个鸡那么难。大家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虽然这只是一场游戏直播，虽然在很多普通观众里面这只是一场游戏，但是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，我坚持住我自己的内心的原则，做任何事情不要给自己找借口，做事情永远只有成功与失败，这一次我成功了。